今年竞争非常激烈，总共有两组人马参加，是史上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届。那我们先欢迎蝉联十三届冠军的投狮王。今年他遇到了强劲的对手，那我们欢迎投狮界小霸王以及他小队的副手小屁王。比赛规则是计时两秒钟，谁抓到的投狮最多，谁就获胜。计时开始，听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小霸王与小屁王成绩如何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两万只。小霸王与小屁王成绩是两万只。那我们看投狮王的成绩如何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投狮王的成绩只有三只，所以今年的狮子王是我们的小霸王与小屁王。接下来欢迎下一首狮子王。
Thank you.